来追台阶梯往上走一些，来往上边平台才是观景的最佳位置。那我们先到的嘉宾就稍微停留下脚步，等一下后方的。注意台阶啊，请慢慢走上来，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。来，各位嘉宾，眼前这根石柱就是第二宝独柱擎天，称其为宝，自有它与众不同之处。请大家看它的中部长有许多漂亮的枝杈，而长有枝杈的石柱在岩洞里是非常少见的，这便是它成为第二宝的原因。那么这些漂亮的枝杈是怎么形成的？请大家看此柱的顶部，这有五组石钟乳，就是因石钟乳滴水中的碳酸钙慢慢凝结而成。这根石柱它高达26米。欣赏过独柱擎天之后，前方我们将欣赏到的是更为迷人的双柱景观。那请各位嘉宾大家注意脚下楼，让我们往这边上去，到前面去看。